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立明院长陈佑强医师，提醒您眼睛要适度休息，不要熬夜，把时间疲劳用眼。明天后需要偷台备台不准外带一份超准第二天准备准备是温泉柳枝桶也不就是流口温泉柳枝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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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收听的是新竹最棒的音乐电台，新竹调控之声 FM 89.1。